看了看了一下。他是这样子说，昨天出门的时候，他就给我。应该是啊，说这个八里已经四站嘛，小班的话，这个是打底一个出来。前面的人带小孩子，有个小朋友掉下来。哎，分类好像还不错，在那边有豪宅，好便宜的，两平。把简历可以，简历可以，哎，你把简历可以。不过这边空气是真的好。真的。那不散发就不想出去。早一起来干活了，没事，没事，好，怎么做吧？又在干什么？我就是在那天那个十月份那天干活的，没有，我不是在那边干活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们两个人需要改发展方吗？我是好。我以前也从来不，我以前四处都在外面都待过啊，都没被现场过。现在是多少次擦防晒？一次都不进。我今天出来擦了，今天擦了吗？还早点讲了，今天擦赶紧。不，今天我知道这个。朱老师是皮肤自备防晒器。抗皮，自动防晒抗皮，自动起来的自己台词，然后很假，很不自然。但毫无违和感，我觉得很自然。那个根本就是要就是让赚中国人的生意的，所以他里面还弄出一个中国，里面还有军官是中国人的，还讲普通话，哦，整部片子就变成就感觉就不像那种国际大片了。不是，他就是国际大片，但是一开始他就是美国领导全世界人民反抗中国外星。没有，我知道，全世界人民怎么能没有中国人？而且这个片子还很照顾中国，是吧？非常照顾。哎呀，但是有国际之情 ，Angelababy。但是他这种国际就是这种现在这种灾难片啊，这种科技拍法，看了太多之后，你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。不，但是这个拍的还是挺感人的，这种现实精神啊。对，一亿成交一亿。那挺好的，里面那种战斗机啊，对吧？没有看的那个呢，我就觉得呢，好像我们小时候玩那种，就是拿打飞机的那种，就拿着飞机上打，然后去打到那个航母舰的时候，他们去进攻的时候，就像上打飞机，就是有没有玩过那种？这是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千差反击。是那种外星人攻击啊？不是，地球反击战。千差地球反击。外星人的故事啊，就是反差地球人，他一是很早的，大概90年代拍的，很早一部片子，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片子，就是类似这种，他的地位类似于是。有的是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肥猫，后来人家叫他减肥。那个他肥了，那个肥了一点都不可爱。哦，我们家那只肥猫真的太可爱了，老是被那两只猫欺负。你们家几个猫？三只猫，公猫，其中两只瘦猫，那个辣椒面真的是能吃。如果其实辣椒面老欺负肥猫，它是追着它来打，而且它很瘦小，那只肥猫很大。为什么要打它？要看不惯他了，可能老是吃的太多了。他把他打到厨房里面去，跳到那个微波炉上面去。肥猫没有反抗吗？肥猫没有，从北京带回来说，那肥猫是没有牙齿的，被其他的猫打伤了。然后四只猫呢，只会在那里就是哄人家，但是他也不会动手打。去过那样，不要去，不要换，算了，不要换。那里没有，那里是军医的，就是
去那个干净的地方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。有好的地方还是我被塞过三次了，一次比一次厉害。你的窗啊，当然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你们跟我在一起。你来这里很近，你来说去石岗，石岗好远呢、啊。石岗要往元老那边那条路去。哎，我看那个就是太和嘛，太和换一下小巴就行了。太和也换个小巴也好远的。嗯，应该有。这里是个近。应该有。到了。到了。哦，石岗真的很近。理论上是这个最远，对，最靠近最近的最靠近，就是这个地方。